大家好，我是新民大棒。前几天我在日本美卢卡里，国内朋友俗称梅卢，这个软件上买到了辣椒，然后今天就送到了，好，很快就两三天的时间应该。在日本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吃辣的辣椒，所以我之前是自己在阳台上种了这个辣的辣椒，但是种不出那种特别大的来，然后我在梅卢上居然发现了这种大的辣椒，所以我买了，今天到了，然后看一下是什么样的。哇哇哇哇哇哇耶，也不是特别大呀，只有这一个还算大一点，这种还算大一点，其他的都不是特别大，又也很小，但是已经很开心了。它上面写的这个是给吉卡拉，是特别辣的，哇，很好闻的那种新鲜的辣椒的味道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哇，这么多，600克以上，然后是900日元，虽然说有一点贵，但是能在日本吃到这个真正的辣的辣椒也是不可多得了，已经是。大家如果想吃辣椒的中国朋友的话，可以在日本的美卢卡里上面找一下，有很多。好，拜拜。